兰陵王冯绍峰旋风来台，31日他在台北会粉丝，一同展出他在剧中与林依晨所穿的戏服，让现场挤满大批师奶粉丝。冯绍峰一现身，立刻献唱一小段片尾曲《手掌心》，惹来全场尖叫，让满场的女性粉丝进入几近疯狂的状态。冯绍峰打扮帅气雅痞，抽选幸运粉丝上台互动，现场准备了台湾小吃如卤肉饭、臭豆腐等，让冯绍峰亲手喂食粉丝。为了回应粉丝的热情，冯绍峰也相当亲民，就连爱的抱抱也不吝啬，让被抽中的粉丝高兴得痛哭流涕。冯绍峰一扮四爷在台人气蹿升，让他一下飞机就大呼很有感，面对热情的台湾粉丝相当感动，希望以后能常来台会粉丝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